25000块，一张25000块台币，买不买？如果老板那是要试股哦，啊，你做了多少？好、哦，给你2张，5万块啊，3张7万，5张12万5，就是这样嘛，大家分嘛。但是只有8%的员工拿得到，领队是没有。我跟你讲，结果好多的员工啊，他拿。